周小姐吗？嗯，是的，你是。
陪女生啊。你不喜欢看？喜欢，但是我不是陪你吃饭去了吗？哎，你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可能太喜欢看。我的女朋友？有吗？有啊，有过。他一定很爱你吧？何以见得？你不像是那种失恋的人。还是说说你男朋友吧，他也失恋了吗？没有，没有过。我准备失恋一次，然后嫁一个特别爱我、特别有钱的老公。为什么非要失恋一次？人一辈子总得动真格的爱上什么人，但是一旦爱上，第一步是失去自己，第二步就是失去你的爱情。我敢跟你打赌，你不会失恋的。赌什么？你好好想想吧，我去看冬爱了。你怎么下来了？不看了？嗯，已经放完了，送我回家吗？好啊，那你的大结局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明天让戴莹再给我演一遍好了。走吧。可能你已经回家，我想还死请客的事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。这么晚看什么呀？这机会错过，晚上一定会做梦碰上遗憾鬼的。要不要看会儿？我陪你一起啊，来坐那儿吧。嗯，这里没电池了，这样没完没了的，我看就不要回家了吧。这样吧，预备起，我们一起朝后转。OK。预备太可怜了，最爱的男人居然跟别人结婚了。那些是戏，是假的。我到了。那么晚回来，你爸不会说你吗？他肯定睡了。你走吧。我要看着你先进去。不行，今天我看着你走。那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吧。一二三。好，时间到了啊。嗯嗯，拜拜。哎，爸爸，你不是说晚上不回来住吗？啊，学校明天没课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出来溜达溜达。就你一个人吗？不是啊。还有谁啊？一个朋友。朋友？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我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回屋说。李源。戴岩，我找周萌。啊，你等一下啊，萌萌，李岩来找你了，萌萌，
李岩找你。在哪呢？哎。哎，哥，你穿拖鞋就下去了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。慢点儿，矜持点儿。练歌了吗？你练了吗？我送你回家以后一直在练，没听我这嗓子都是哑了。你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？顺便把喜欢的照片给拿来。我的照片？可你很胖吧？胖吗？这是你的，这个是代言的，啊，这个是周校长。我爸爸也有份。乐什么呢？第一次觉得自己名字那么好看。你本来也不难看啊。不难看？啊，不是好看，特别好看。选张自己喜欢的，我给你放大。哦，是那种挂在墙上很大的那种照片啊。啊，你没拍过那种照片啊？现在很多女孩都拍那种照片的。我爸爸不让我拍。那选一张吧。都挺好看的呀。挑张自己最喜欢。哎，你看这个也挺好的，这个也挺好的。这张笑有点大。都挺好的。我帮你选吧。啊，你喜欢就行了。把你家的电话号码给我吧，我洗完了给你送过来。哦，你有纸和笔吗？只有笔。哦，那我给你写手上。好了。如果你给我打电话是我爸爸接的，你一定要说是我们班的同学问我借书。我为什么要装成是你同学啊？因为任何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都会让我爸爸特别不安。你看是这样啊，我们俩就认识，然后我跟你爸也见过面，还给他拍过照片，我应该不算陌生男人吧？可是我爸说早恋是愚蠢的。我走了。